你有冇幻想过杀？有。在上星期被劫去四亿美元债券，导致七死一重伤的劫案之中，开枪打死了三名疑匪，他被控非法使用枪械同埋谋杀，今日过堂。因为你曾经输过俾佢，我觉得你关心场比赛多过关心单 case。你冇必要针对我啊！余生签咗合法，系警察，无论系落款定系救人，应该出手嘅时候应该毫不犹豫咁出手。Are you ready?